第七课，我们要去爬山。生词，要，要。开会，开会。演出，演出。想，想。当，当。要，要。照相，照相。果汁，果汁。带，带。汉堡包，汉堡包。炒饭，炒饭。别，别。忘记，忘记。水壶，水壶。要，开会。演出，想，当。要，照相。果汁，带。汉堡包，炒饭。别，忘记。水壶。读课文。周末我们要去爬山。下午老师要开会。明天我们要看演出。周末我们要去爬山。下午老师要开会。明天我们要看演出。哥哥想当医生。我想去中国。我朋友想学汉语。哥哥想当医生。我想去中国。我朋友想学汉语。妹妹不想吃药。弟弟不想照相。我不想喝茶，我想喝果汁。妹妹不想吃药。弟弟不想照相。我不想喝茶，我想喝果汁。我们要去爬山。明天是星期天。小明的老师要带同学们去爬山。小明对妈妈说：明天我们要去爬山。老师让我们带午饭。妈妈问小明：你想带什么？想不想吃汉堡包？小明说：我不想吃汉堡包，我想吃炒饭。妈妈说：好的，我给你准备。别忘记带水壶。炒，
练，烧，炒，炒，烧，烧，练，练，烤，烤，老，烤，叫，者，烤，烤，老，老，叫，叫，者，者，明天要去郊游了，妈妈给了你50元钱，你要买明天的午餐，你打算买什么？汉堡包，牛奶，他让我担心，他让我担心，我先去中国，我想去中国。星期天，叔叔去上海开会。长大以后，我想当老师。睡觉以前，别忘记吃药。明天我们去爬山，老师让我们带水壶。小华不喜欢吃炒饭，爱吃汉堡包。下个星期我们打算看演出。明天我们去海边照相吧。这个星期六我们要去植物园。明天我们班要开会。今天我们要去爬山。你想去游泳吗？我想吃烤鸭。哥哥想去中国。爸爸不想去商店。妈妈不想去爬山。我不想吃汉堡包。果汁，火车，咖啡，开会，早饭，炒饭，想，想，明天我们要爬山，妈妈让我带面包。我不想吃面包，我想吃炒饭。考试，演出，吃药，照相，忘记，水壶。要，演，想，当，
药。别，宝，壶。再见。